总，还有小弟弟，然后我们要出发去种植基地。对，那边就那个棚子就应该是种魔芋的棚子。对，大家跟着我们去看一看魔芋长什么样。看上去这是魔芋地吗？长这样子啊，都是塌的，棚里都是这样，真的像被台风席卷过以后的魔芋吗？难道是？为什么？顾先生，您身边的这个比我们刚才在那边看到的倒的还要厉害。其实我们是要它是自然成熟，它到时间了，只要熟了就倒了。对对对。就是我也没有见过魔芋，就是在地里生长是什么样，到了现场一看，不是那么回事。富国你好，我是东方卫视的主持人陈荣，在我身后有很多我们的这次节目的嘉宾以及我们马里坡的村民。我现在说实话看着你，我有一点心跳的比较厉害，就是我自己是云南人。我知道您不是云南人，但是您为云南真的，哎呀，我不知道说什么，反正就是欢迎你回马里坡，我代表马里坡的新村民。真的，作为一名军人的话，应该去做，真的。感谢，真的感谢。您作为军人做了应该做，我们作为公民，这个国家的公民也做我们应该做的，追随你们把这儿建设好。在茫茫的人海里，你是哪一个？在奔腾的浪花里，你是哪一朵？在征服宇宙的大军里，那默默奉献的是你；在辉煌事业的长河里，那永远奔腾的是你；在攀登的队伍里，你是哪一个？在灿烂的群星里，你是哪一颗？在通往宇宙的征途上，那无私拼搏的是你；在共和国的星河里，那永远闪光的是你。你不需要我的歌颂，你不渴望我的报答，你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，你把光辉融进祖国的星座。山知道你，江河知道你，祖国不会忘记，我们不会忘记你。我们希望世世代代今后的马里坡的人民能够与平安相伴。当这里的死亡之地变成一片沃土的时候，这里才是希望的田野。这份希望，希望所有人都能够集结力量，关注并爱护。